个菜头子了，羊腿饼也叫干巴饼，炒点鸡蛋，这是大酱炒的，醋溜土豆丝儿，这是昨天剩的烩菜，就是烙这啥凉水饼的，搁点油烙油饼那多香，不知道你都怎么说。其实啊，说实话，吃的不是饼是回忆。一小时候想这个烙油饼，你没油啊，那吃不起，全是凉水饼，干巴饼，那吃那股面香味儿，哎，忘不了。昨天剩的烩菜，都给它烩了，这汤一喝，哎。点着就这个烧的这个辣椒，忽香忽香啊！这张酱给它一撕，哎，这个干巴饼全土豆丝，来点臭菜，来点香菜，再来点大葱叶，哎。嗯，就这味儿。先来张饼垫垫底儿，完再喝。嗯，来，就这味儿。上次呢，人家来朋友了，专点这个就是这个凉水饼，卷土豆丝，哎，这没烙好，着急忙慌的。你说吃实在没电了，哎呀，真他妈尿！农村就这玩意儿。嗯，就是这样子。你这辣椒不好吃。